戏剧组的方浪人生的戏剧表演，以及我们阿萨里带来一首好听的方浪人生，好不好听？好，表演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所以我们再掌声鼓励一次。好，我们来想想看，中国人都很喜欢去旅游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去过埃及？相信有人在座曾经到外面去，有去过埃及。埃及是一个古香古色的地方。不过呢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不用去埃及，我们可以看到埃及的风光在哪里。所以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甜心，让你们看一看，肚皮舞，眼睛一亮，到底埃及是什么地方呢？让我们看一下他们的舞蹈歌曲，叫《埃及亲亲》，用我们的肚皮舞来闪出埃及的血光，好不好？我们欢迎肚皮舞甜心的表演，《埃及亲亲》，掌声鼓励。Wow.